天非常高兴代表侨务委员会来这边做我们这次双十国庆之前建国100年的文化访问团到非洲演出。到非洲演出呢，我们特别给他取个名字叫做群星飞凡飞跃100。那主要是今年是建国100年，我们侨务委员会准备了很多的文化访问团到世界各地去，比如说到北美洲有2团，到东南亚是今年过年就去了，到这个澳洲纽西兰也有1团，那有1团到非洲去。那么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我们今天这一团到非洲去慰劳我们所有的侨胞。那建国100年呢，全世界各地的侨胞都举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庆祝。那么我们国内的活动，当然大家都看到参，可能有一些参与一些活动，大大小小琳琅满目。可是全世界的侨胞呢，他们在每个地区都举办了很多的活动，如果加起来呢，可能都比国内的活动还要多。所以呢，侨委员会呢，就会感谢他们，也配合他们在侨社举办大型的活动，就派一些团体去跟他们一起共襄盛举。那么今天这个团呢，有很多知名的艺人来组成这个团。那么我们侨委员会呢，非常感谢他们能够去这么远的地方到非洲去啊。那个地方，这个有很多热心的台商朋友和侨胞朋友会接待他们，安排他们演出，大概7场吧，7场。非洲是非常大的国家嘛，这个7场，这个大家无法想象，他们会在旅行过程中都会非常的辛苦。那么照例，我们所有的团体要出去之前呢，都会把他们的节目准备到最好的阶段的时候呢，然后在国内做一场公演。那这场公演呢，一般来讲呢是不收费啊，是娱乐大家啊，让大家也可以参与到侨务委员会派团到海外去，跟侨胞一起庆祝中华民国100年的情形。那么今天晚上呢，非常感谢大家来参与我们今天晚上的行前公演。也预祝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心情欣赏他们表演，也预祝我们这个团能够一切顺利，演出成功。谢谢。Thank you.
你的擦屁股会落。要不然改一下，上厕所不要擦屁股，不正常。先恭维国伟，一二三四五啦，上山打老虎啦。我们现在拿这个武器有没有？你拿的这个是长的，叫长叉，对。啊，我拿的这个叫短刀，对。啊，还有这个叫藤牌，对。嘿，我们要去打老虎，对。你是跟他一句对而已哦，对。交谈了呢，好啦，安尼你就对下去呀哈。现在哈、哦，敲山怕啦哈，要打猎哈。现在哈、哦，看到老虎就大叫，两两相助哈，知不知道啊？好，好，知道，好好，不是对，那很好，走，来开始打老虎，打老虎，探险的动作。那这个动作不介绍大家都不知道，那个就是打草惊蛇。老虎在不在这里呀、啊？有人听见我啊？我信啊！我一家不一家。哎！算了。